好，那边还有呢，走，前面去看那个。好。出来吗？没心疼吗？都没敢刷你卡。过来呀！为什么我？过来咬我呀！我自己还取前面的呗。两千。一共花多少？咱俩呢？不是爱看吗？这不求钱的表吗？我一千三没了。那他的房间在哪？是，那我都没舍得买那一千八的。熊猫先生，金凤女士。哎呀，真俊呢！你看他。小伙子。来这么说，说话。你看他那个屁股那会儿。我没有长啊，他肯定是也一年洗一次。回头。他累了，他那个躺那去。靠卖萌为生。这个耳朵真可爱。你看抠抠。玩儿鱼了。你看，你看那。哎，但是屋里头看，里头外头看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，对，可能是有小孩的心理吧。哎呀！这家伙喝成那了，白毛车和猫。撂不着呀！想让这熊猫跟着上班躺会儿。你想的不是你想的，人家不疼。你等着他吃累了吧，吃累了那个就疼了。这家伙，这都爷，这家伙没疼。没有了，啊？几个？他吃累了，他就疼。熊猫吃毒的。嗯，看看别人的耳朵里去。嗨呀！来，给我们合个影。能照着熊猫吗？哎哎，转过来。这家伙照球。